在女世子中，今天嘴瓢啊，来，我在女世子中饰演的是五皇子，是一个面瘫的暖男。老大爷他妈，冷王，冷王不能蹴鞠吗？可以，这叫蹴鞠吗？蹴鞠，这个年代也要蹴鞠。来过来了，冷王之前跟高俅踢过。他是因为韩诗意这一个女生慢慢的改变。前面，我就这样。我想和韩诗意一起出去旅游。世子这部戏呢，是一个非常高甜的一部戏。嗯，你要干嘛？让你找回初恋的感觉。